得上次送来的扬机器的公司，每台都配备了装机的师傅。哎，这谁能看懂？这都是洋文，看不懂。不认识。你们呢？可我们这次买的是二手机器，装机的师傅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让赵大人联系一下扬机器的公司，请他们派师傅来组装。太耽误时间了。可这曲里拐弯的东西，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。有一个人应该可以看懂。这个说明书是英文的，我可以翻译，但是我不懂机械，也不懂装置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们组装。没关系，这里有能工巧匠，你只要把这上面写了什么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他们能把这机器组装起来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钟师傅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我啊。啊。叫你，快去，上哪儿叫你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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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朱师傅，上哪儿叫你呢？没听见吗？过去。他是洋人呐。没事的。你怕什么呀？少奶奶也跟洋人在说话，赶紧过去吧。你不知道，少奶奶是女人，人身有阴气，能镇住洋人，我们不行啊。没事的，过来吧。少奶奶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啊！小三子，你来。我啊，我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，这洋人会是人的魂魄。我可不在这儿。你好。你好。你看我什么事都没有啊，魂也都在呢。没事的，来吧来吧，过来。你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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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来，那你来。不行不行，你来。赵大人，赵大人来。你们不信我，赵大人的话总该信吧？他可是朝廷大员哦。你们看，赵大人的手和洋人的手握在一块儿，他人没事儿，魂也都在呢。赵大人。大人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哦，非常荣幸。看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赵大人都以身作则了，我们不要怕啊，没事的，来，来来来，都来，都过来，都来，都来，好，来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啊，哎，真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啊，好，我没事，没事，这是这些机器的说明书，我来念。你们来装，我负责给你们翻译。好了，这样最好。我们跟着约瑟夫先生一起熟悉熟悉机器啊！大家都过来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我们熟悉一下每一台机器。来，请看。赵大人，如果约瑟夫和这些职工配合默契的话，这上面只要十天，这些机器都可以组装完毕。好。还有一些技师还是要请他们再来一趟帮忙培训职工。我知道，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还有这个箱子。对对对对。
可怎么等这位啊？少奶奶从洋人的手握的力气太难了，你说这怎么了？你再说什么呢？赵大人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什么？臣我命令，谁人胆敢在背后再说夫人的闲言碎语，斩！是。